学，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辨证和辨病相结合，运用独特的推拿手法和特定穴来防治小儿疾病，具有疗效好、无毒副作用、方法简便、易被小儿接受等特点。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总结，小儿推拿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其适应症已近百种。本篇介绍九种常见病的治疗，并借以说明常用手法和穴位的应用。用双手拇指螺纹面与小儿眉心交替向上直推至前发际边缘，称开天门，约50次，能疏风解表、开窍醒脑、镇静安神。用双手拇指螺纹面自小儿眉心向两旁分推至眉梢，称推坎宫，约50次，能疏风解表、醒脑明目、止头痛。用拇指或中指指端揉小儿眉梢后太阳穴，称揉太阳，约50次，能疏风解表、清热明目、止头痛。用拇指螺纹面自小儿无名指指端向指节直推，称清肺经，约100次，能宣肺清热、化痰止渴。用食中两指指面自小儿腕横纹中点向肘横纹中点直推，称清天河水，约300次，能清热、泻火、除烦。发热偏风寒者可加用以下操作：用拇指或食中两指螺纹面自小儿腕横纹桡侧端沿前臂向肘横纹桡侧端直推，称推三关，约300次，能补气行气、温阳散寒、发汗解表，主治一切虚寒病症。先用拇指甲掐小儿掌背食指与中指，中指与无名指指根交接处各5次，然后用食中指螺纹面按揉50次，称掐揉二扇门，能发汗透表、退热平喘。拇指与食中指指端相对用力按压提拿小儿风池穴10至15次，称拿风池，能发汗解表、祛风散寒、明目、止头痛。发热偏风热者可加用退六伏，即用拇指螺纹面或食中两指螺纹面自小儿肘横纹尺侧端沿前臂向腕横纹尺侧端直推300次，能清热、凉血、解毒，主治一切实热症。清肺经，用中指端按胸骨切迹上缘凹窝处的天突穴，称按天突，约10次，
能理气化痰，降逆平喘，止呕。先用中指端揉胸骨正中两乳连线中点的山中穴150次，再用拇指面从胸骨切记向下直推至剑突150次，称推揉山中，能宽胸理气，止渴化痰。用食中两指指端分别按揉乳外旁开2分的乳旁穴和乳下2分的乳根穴，称揉乳旁乳根，约20次，能宽胸理气，止渴化痰。用食中无名3指螺纹念，沿胸骨上下摩擦，以擦热为度，称擦山中，能温肺化痰，止渴。